翻滚，不要忘记剪啊。你天气又烂掉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在丛林里，比家里还难飞吗？因为它有一嘘嘘啊，它有嘘嘘啊。对啊，是有嘘嘘啊。是有嘘嘘，所以那个松树的部分，你可能是要避不。哦，哎，话说回来，都是哎，避不掉。它比较高的树都是嘘嘘。不是啊，哦对啊，中电池，不新不旧的电池。它要来飞啊！它没有靠边啊，它一直停在路上。这可能它太远了。小姐。小姐的太远。他那个一位小姐要随便听，然后他可能。